这个2013呀，2014，这是一生一世，我准备封杀郭德纲。谢谢大家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迈步头》，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。一帮疯子说了一段，您说这个说相声带散打呀，德云社也是头一名。说的都不错，好啊，但是也挺热闹。是，各位朋友热烈欢迎，不是欢迎我们，那怎么回事？是欢送他们。啊，说相声带着黑社会就来了，这侯振昌没跨过去。反正说什么呢，观众喜欢相声，对，喜欢相声演员啊，喜欢相声呢，您必须得接受不同风格的相声，什么样您都得听。刚才那个相声非常的火爆，嗯，还让您再乐呢，怕您乐累了。那怎么办？一会儿郭老师啊还得上来啊，第三次再出台，再出来啊，出来啊，再出来第三回给大家表演相声。哎，我们呢这叫掖将，掖将就是助演的嘉宾。是，作为嘉宾呢，我们给您说一段啊，哎，让您这个情绪呢稍稍的降降温。对，一会儿好更好的欣赏郭德纲的艺术。嗯，看得出来各位朋友对我们也非常的欢迎。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不是我们往这一站呢啊，他们都走了。哎，说着这事儿呢，哎，啊，可以理解。怎么？您7:30就开始演出，这都10点多了。嗯，观众朋友坐了很长时间呢，需要放松放松。对，上上卫生间呢，或者休息一下。嗯，郭老师说两大段也很辛苦，他也累啊，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段呢，就是观众上厕所、郭德纲喝水的时间。谢谢大家。这俩事儿别连着说，反正。郭德纲的相声大家非常喜欢听。对，刚才自己也说了，现在非常的忙。嗯，拍了一个电视剧演男一号。是啊，妓女传。这个他演男一号啊，拍着妓女传，他自己说的呀，他是那么惦记的。应该什么传啊？济公传。济公传，哎，啊，演得非常的不错。是，到时候上映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瞧瞧啊。郭德纲跟驴鞭跟于谦老师呢合作呀。于谦，这没上来5分钟，这俩人你都给得罪了，知道吗？也没得罪啊，反正就是玩笑嘛。嗯，于谦老师是两个人合作了挺长时间的了。嗯，刚才俩人怎么打呀？那是节目需要。哎，对，其实两个人私底下啊都上报纸了。嗯。你知道吗？就更厉害，哎，挠得更厉害。好啊，当然这是玩笑话。就是郭德纲、于谦是黄金搭档。对啊，你看到后台呢，上面稍微的休息休息。嗯，这一场呢，该我们给您表演了。哎，换了。您看这个相声演员呢，每个人跟每个人表演风格不一样。嗯，而且哪儿的演员都有。啊，拿我跟郭德纲来说，我们这是天津人。哎，你一个老乡啊。我跟郭德纲还是发小。哦，打小就认识。是，从小一块玩，从小一块长起来的。多好，互相太熟悉了，太了解了。郭德纲这个人呐，啊，人品有问题。真的，他哪儿有问题？说话不算话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说好了一块长起来，长半截他不长了。您这怎么弄？人是个矮，我觉得他有点厕所里边练跳远。什么意思？过分了。你有点过分了。我老问他，我说郭德纲，你为什么从来不站起来呢？他说我都上桌子了，都没人了。人个儿稍微矮一点。嗯啊，他有1.4米吗？也太矮了。有没有啊？1.6米，1.16米，是矮点。那都不用打票了，知道吗？不是你说的吗？1.6米，1米，他有1.6米吗？有1.6米，那也不算忒矮。是1.6米不算太矮，分干什么工作。对，你要是打篮球，1.6米算矮个。嗯，要打篮球，教练宁可少上4个人，也不让他上。那就甭打了。他真上去，在人队员腿底下蹭来蹭去的，你这玩意儿，你是没那体会，你知道吗？他蹭过你啊？你老让他蹭我干嘛？我没让他蹭你，痒痒着呢，你知道吗？他头发短呀。反正郭德纲说相声，
个儿矮啊，有方便条件，条件是活泼可爱，便于跟大家交流。对，于谦老师也不错，于老也好啊，抽烟喝酒烫大头三样啊，最近出本书，对，玩于谦，这就是攻略呀，如何玩于谦嘛，定价不贵啊，39.8，哎呀，39.8玩一回，现在低于200的都少，您知道吗？玩是书名啊，于谦是作者，反正他出了一本书。哎，这些个人呢都各自有各自的事儿。对，为什么强调我跟郭德纲都是老乡呢？嗯，我们都是天津人。是啊，我在天津演出那个阶段呢，很多天津人认识我啊，有时碰面一打招呼把演员愣逗乐了。您说说那回在公厕里边解手，厕所我刚蹲下门一开，进了一天津观众，哦哦，认识我，好啊，一打招呼我乐了。怎么说的呢？哎呦，嗯，借你妈说相声的严拉屎啊、哎！这叫什么话呀？合着说相声的都不拉屎、这不像话。就是，哎，我们演员呢，跟您各位一样，具体说吧，就是我也拉屎，对，他也吃饭，吃饭，我跟普通，你拉屎我吃饭，流水线是不是？其实我不在乎这个。我在乎啊，你不吃饭呢？吃饭呀、就是啊，不是，咱们就是都拉屎，就是跟大家一样，嗯，都是平常人。对，但是虽然说我们是天津人呢，在舞台上表演不许说家乡话，对，都得用普通话。嗯，刚才那烧饼和曹和杨啊，都是东北人，对，您表演起来也得说普通话，嗯，所以观众朋友认为什么呢？是相声演员是北京人多，嗯。于老师北京人，他是北京人，我是北京的，外地人也尽量的学说北京话。哎，对，所以说说相声的北京人多。哦，唱时调不一样了，那时调呢？天津人多，天津时调。唱坠子的，这是河南人多。嘿，唱越剧的，那绍兴人多。嗯，唱沪剧的，哪人多？上海人多啊。唱花鼓戏的，哪人多？凤阳人多。嗯，过去打铁的，哪人多？章丘人多。嘿，居碗的，哪人多？宁静人多啊。剃头的，哪人多？保底线的人多。对，修脚的，哪人多？定性人多。嗯，耍猴的哪人多？吴桥人多。嗯，练把式的哪人多？沧州人多。对，卖豆腐丝的哪人多？高碑店人多。是，卖高跟的哪人多？黄村人多。嗯，卖冰棍的哪人多？哪人都有。哎，这卖冰棍怎么哪人都有了？哪儿都得做冰棍啊。嗯，只要做就得在当地卖。哎，不能海南岛做完冰棍跑齐齐哈尔卖去啊？没过黄河就化利索了。光剩棍儿了，就全完了。是，所以说呢，卖冰棍的哪人都多。嗯嗯，虽然说哪人都有啊，但是各地的名称不一样。您就说这叫法，天津、北京一带叫冰棍儿，是、大家都能听得明白，都懂。您到了唐山不叫冰棍儿，那唐山呢？唐山管冰棍儿叫冰块儿，冰块儿吆喝起来有意思。您学一学呀、吃冰块儿啊啊，大冰块儿三分五分的，嘿，唐山味儿。嗯嗯，大冰块儿三分五分的。嗯，到了山东济南府名字又改了，山东呢不叫冰棍不叫冰块，那儿叫冰拉棍。哦，有方言了，走鼻音。嗯，冰拉棍。哦，吆起来啊，嗓门很大。是吗？吃冰拉棍了，冰拉棍都是凉的。这不废话吗？他告诉您冰棍都是凉的，那要热的呢？那是拉面，那是咱说冰棍儿，冰棍儿没有热的，就是。你看这个就属于什么呢？嗯，各地这个做买卖的吆喝它不一样。哎，对，有特色。嗯，你拿这个卖菜的来说，青菜。过去咱们老北京最讲究卖菜的，哦，叫担着八根绳嘛，八根，挑着一个扁担，嗯，前后箩筐搁着好几十样菜，全是菜，那一吆喝起来跟唱歌一样，哦，洋洋洒洒，一年四季，冬去夏来，夏来冬去。该卖什么菜卖什么菜，嘿，那非常好听的。您学一学呀、这个手要放在这个地方，什么意思呢？找一找共鸣。哦，要起来这个样啊，学学卖菜的。香菜辣青椒，哎呀，勾葱嫩青菜来，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茄呀，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儿的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。这是北京卖菜，吆喝起来一大套。嗯，到了我们天津卖菜的不这么吆喝，天津呢也不挑挑。哦，推着一独轮牌子车，嗯，这个菜都在车上搁着。是，他看见什么菜吆喝什么菜。哦，这比较灵活啊，推着车都这样。您学学天津的，卖韭菜，
买白菜，买土豆吧你了，买黄瓜，买茄子去吧。看见什么吆喝什么。是，我在天津住啊。对呀、啊。我想吃烧茄子。嗯。想买俩茄子回家烧着吃。啊。我一推门，正赶卖菜的来。好啊。卖菜的还认识我。哎。跟我一打招呼，把我这名字搁菜当间了。嗯嗯。结果菜我没买。您学学当时。买韭菜。是。买黄瓜，买白菜，哟，高峰在这儿住啊。大土豆，买茄子。嗯。我一听茄子，我别买了。怎么了？买我成大土豆了。哦，对了。结果都卖完了，那天茄子剩下了。你看看，听说您给包圆了。不，我也不要。您不吃茄子。对，就是说天津人卖菜啊，跟北京不一样。是。您看咱们做小买卖的太多了啊。您拿这个糖葫芦来说吧。冰糖葫芦。这是北京的叫法。是。叫冰糖葫芦。嗯。拿这个山楂红啊，一串六个也有，七个也有。穿果。啊，拿这个锅呀熬得了糖，这么一蘸啊，有的加馅儿，有的去糊。对。啊，往那架子上这么一插。嗯。有这个是坐商啊，是拿车搁着，是有的是扛着个架子走街串巷啊，要往起来有区别啊，东西南北城都不一样，就这北京城里还有分别吗？您到了北城，过去来讲啊，深宅大院居多，有钱的呀，要往起来是悠悠扬扬的飘着，这么好听，是吗？哎，扛着糖葫芦都这么吆喝、啊，您学一学，声音比较长啊，米来冰。北京北城这么吆喝，这是北城的。到南城没这个。那南城呢？过去来讲，南城是小门小户居多。对，没有必要这么长。哦，很简单，缩短了啊，这么吆喝。您学学。冰糖葫芦刚粘得。哦，这就简单了。冰糖葫芦刚粘得，这么几个字，你一听就明白了。对，到天津不这么吆喝。天津呢？山里红不叫山里红，山里红是叫红果。哦，改名了。糖葫芦不叫糖葫芦，这是叫糖墩儿。糖墩儿，他吆喝这么一句话，嗯，叫大红果的糖墩儿。哦，证明他这个山里红个儿大。对，大伙儿吃这个感觉比较直，嗯，比较上蒜。是，吆起来啊，特别吓人。嗯。有带小孩的得抱住了啊，要不然冷不听一听吓一跳。有这样吗？都这么吆喝。您学学。哎，大红果列糖堆，别说孩子了，我都吓一跳，是不是？这确实太吓人了。您要是不注意听啊，确实大红果列糖堆。咱差不多就得了，要不心脏稍微不好的人呢、啊？是是是，大红果列糖堆。不行，我都要吃速效了，知道吗？您别吓唬，您别老吓唬。确实，这声音比较大，是大红果的糖墩儿。嗯，还有的地方比较简练啊，就一个字儿，哪字？糖墩儿的墩儿，墩儿。哎，吆喝一个墩儿啊！你要不注意听，听不清楚。您学学这个。哎，墩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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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他吆喝的什么呀？他也不知道。听不出字眼儿了，要这么一个墩儿墩儿。天津红桥区有这么一家卖糖葫芦的，这位呢别有特色。什么特色？吆喝这么一句话，这个叫就是没有糊。这证明什么呢？他把这糊 K 干净了，吃的时候省得硌牙。哦，好。哎，吆起来这个味儿的。嗯嗯。哎，就是没有糊啊，就是没有糊。哎，就是没有糊。哦，你看看，是一来二去成了品牌了。你看他这儿不卖完喽，别人家甭打算开张，瞧人这买卖成了特色了。好啊，旁边那家看着眼热，对，也跟他学学呀、啊，也这么吆喝。好，哎，就是没有糊啊，就是没有糊。怎么样？吆喝一个星期，一分钱都没挣。怎么回事呢？他是卖核桃的，那是卖不出去。核桃就指这核桃仁了。对呀、啊，没糊吃什么呀？嗯，哎，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瞎学。是。这是卖糖葫芦的，还有别的吗？卖包子。哦，吃的这包子。咱们北京卖包子分这么两种。哪两种、啊、一种是回教、嗯、一种是汉教。哦，这么两教啊。汉教又叫大教。对，吆喝起来啊都是这个味儿的，大教的啊。吆喝什么呢？吆喝包材。包材，吆喝包子这样啊。嗯，包菜呀、啊，好白了我的面儿包啊，吃点包啊，闹点包啊，尝尝包儿的馅儿啊。啊，吆喝包菜，卖包子，清真贵教回民小徒弟居多。是，要么不吆喝包菜了，他们呢，调门比较高，冲了，吆喝起来这个味儿的。您学学。新热的天的俩呀，包儿热的俩呀，发了面的包儿又热俩呀。
吃饱啊吃饱啊，宝儿刚正德。嗯，后边有一勾。有吗？宝儿刚正德。有一个。刚正德。是是。这手练多少日子？刚正德。哎，行。德。您别陶醉了。就一德，这玩意儿没什么的。这不好来。嗯。宝儿刚正德。北京这么两种。对。您到天津也有卖包子的。天津呢？天津有狗不理。嗯。但北京有庆丰，那都了不起。啊，那。这个。这都是名牌啊，越来越好，老字号。是天津狗不理包子铺，那是坐商不吆喝啊，老买卖了。嗯，有走街串巷的，还有摆摊买包子，讲的吆喝。哦，这个得吆喝了。吆喝两个字，哪俩字？肉包。肉包。肉字一听这么大个啊，那包字顺着气儿就走了。我怎么差这么远呢？证明它是薄皮大馅儿，吃起来味美，馅儿好。哎，吆起来都这味儿的啊。嗯，有带小孩的得抱住了。好家伙，又来了，要不然吓一跳。是，都这样。哎呀，包，你看这反差。哎呀，包，是不是害怕？是是。哎呀，包，还不好逮他。肉字儿大。包字小，嗯，薄皮大馅儿，这都喜欢买。这太慢了。还有一种走街串巷的，嗯，老头居多。哦，啊，挎一个篮儿，嗯嗯，篮儿里头搁着二十来个包子，包子，小棉被这么一盖，卖给谁呢？是卖给那帮啊通宵熬夜呀、加班呢或者打牌的主啊。人不做饭了，饿了怎么办呢？哎，买点夜宵吃。是是，老头岁数大了啊，这儿挎着一篮儿，嗯，这手拄着棍儿，哎，也吆喝肉包，肉包，节奏特别慢。您学这老头都这么吆喝。这老头要悬，肉包，好家伙，肉包，肉。这模就别出来了，这不给儿女添累赘吗？爸，您听这肉字出来，包字且出不来呢。是慢，不信您就听吧。怎么？听窗户根外边老头来了。嗯，听他那肉，肉完之后，您钻被窝睡您的觉啊。睡醒一觉一翻身，听外边那儿，爸，还没走呢。这不是没走呢吗？嚯，一宿。所以说天津的这个老头啊，卖包子的他有特点。对，您到了山东济南府，山东了也有卖包子的、啊、都吃包子。那儿包子吆喝起来在哪儿？火车站居多，而是热闹了。到站了，这不是终点呀。嗯，下来溜一溜，放松放松，买几个包子吃。哎，那儿一听啊也吓人。怎么？词儿吓人。都什么词儿呢？他吆喝都这个味儿的。您学一学。这么吆喝。嗯，哎，吃包子吃包子，一口咬出个牛肚子来。咬出牛犊子来，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，呵，把这个小牛啊都给包在里头了。哎呀，您说这玩意儿是不是夸张？呵，太夸大了。嗯，说明馅儿大啊。另外来说呀，还有这么一种做买卖的，什么呢？要说这个最讲究吆喝的呀，啊，得说什么呢？什么呢？得说是那个卖布头的。布头，卖布头讲究吆喝。嗯，过去来讲卖布头有的都是生意，生意就是骗人的买卖。哦，后边有个货架子，是地下铺两领席，嗯，后边货架子上搁着布头。哎，说是布头啊，啊，哪块布都得有个一丈三四，哦，都得有一丈五六，多好。您拿着家里去，大褂够一件，裤褂够一身。是啊，其实都是打那个整匹布裁开了当布头往外卖。哎，挺好的布、干嘛裁成布头呢？你看看，掌握顾客的心理作用。这心理在哪儿啊？是人一般来讲啊都喜欢买布头。怎么？布头便宜划算，利用人这个心理。对，整匹布裁下来按布头的价钱往外卖。嗯，其实裁的时候不够一丈三四，不够，也就七八尺左右。哟，不够材料啊，怎么办呢？裁下来之后，四个伙计拽住布的犄角，喷凉水，刷酱子，嘿，刷完之后连抻带拽啊，给那布抻的一丈三四。赞。到家之后做衣服正合适。是，千万别下水。下水？下水就抽。抽？
对，哦，说打算下完水再做衣服吧，是，下水就抽，嗯，啊，下完水之后拿出来您再看，抽二寸成口罩了。这差也太远了，哎，就是抽的厉害哦，这是骗人的。但是他这个可讲究吆喝，吆喝好听，这么办得了。嗯，今天跨年我也高兴，对，我给您学一学这过去卖布头的。好啊，啊，您别闲着，我呢，您扮演一个小徒弟，徒弟好不好？您看我像徒弟吗？您站好了，我考察考察。您不像徒弟，那我像土匪。我怎么土匪呢？徒弟没有您这模样的，应当什么样呢？和颜悦色呀！啊，你得乐着点儿才能卖出钱去。乐着点儿，和气生财。我乐着点儿。哎，好。怎么扒拉人家？神经病，这是。乐的有点太大了。面带微笑就行了啊。好嘞，咱来一回卖布头的，您试试啊。卖布头。您注意听着啊。嗯。哎，你先讲。什么毛病啊？这哎什么意思呀？没明白吗？您解释解释。这跟叫板意思一样。哦，卖布头也叫板。哎，让您各位注意听。哦，引人注意。好好。另外试一试调门的高矮。嗯，您注意来了啊。来了。哎，这块吆喝了没？啊，这是什么色儿？啊，这是一种白。白。啊，怎么这么白呀？啊，怎么这么白呀？啊，怎么这么白呀？啊，你说怎么这么白？我哪知道啊？因为它是白的。这不废话啊！怎么这么白呀、啊？哎，他气死头长雪，他不让耳长霜啊！他气死了头了号的高白面了吧？啊，气死赵子龙 啊，也不让小罗成啊！谁见过雪白袍啊？亚瑟小马超 啊！咱不提这种白呀、啊，咱单说这种布。布，你买的家里去 啊，绷被单啊，左门帘你拆门帘你扎裤管去吧。好，他金铺又金盖，他金洗又金筛，他、哎、金拉又金拽。他是金灯又金揣，这怎么意思？被窝里有臭虫啊！我说不老实呢，十年八年也盖不坏了它，啊，刮风也不透、哦、啊，下雨也不漏啊，这个钢针扎不动，他是锥子锥不透，你是多么快的剪子也绞不动嘞它。是布头，钢板，怎么钢板了？剪子都绞不动，就是钢板。那怎么裁呀？剪子绞不动没关系，嗯，拿铡刀铡，铡刀铡，铡刀铡，铆钉铆电焊焊铆得了焊好了穿出来，您那么一看，西服锅炉，有穿锅炉的吗？啊，走马路上现商量、嗯，二哥留神啊，怎么样？锅炉来了啊。啊，这不起哄吗？这个白的很简单，对，吆喝半天明儿要怎么办呢？嗯，往旁边这么一放，又拿起一块来，这块呢？拿起一块黑的，黑的，黑的不吆喝黑的，那他吆喝吆喝青的，哦，里边特别的繁琐，是是，洋洋洒洒好几百句，嗯，其中有多少位古人长得模样黑。都没有他这块布黑哦，比较这里边还有算账，算账花多少钱到哪儿去买，一共卖您多少钱，这里边都有。嘿，麻烦得很。好啊，啊，对您有个要求，我怎么样呢？您有几句话，我说什么呀？因为这个卖布头啊，嗯、往出卖的时候没人买，怎么办呢？嗯，自己往下落价，对，几毛钱几毛钱的落价。嗯，你呢帮着我做戏，嗯，给我拦着一点，拦着。哎，我这一落价呢，你说这么几句话啊？什么词儿吧？行了。掌柜的别让了赔了四句没问题，你来一遍我还练练。行了、嗯、掌柜的别让了赔了。你是太监吗？这跟太监有什么关系？行了赔了，你怎么了？你没吃饭吧？吃了。吃的什么饭呀、啊、六份接家呀、啊、饭桶啊你、嗯、你吃这么些个没底气呀、啊、没底气 啊咱俩合作这个买卖呀、啊，我这赔钱你也受损失啊。我也受损失啊。对呀、啊、这跟我经济还挂钩呢。一动钱动你哪儿了？动我肝儿了。就是啊，卖点力气。行了掌柜的别让了赔了。哦，我明白这意思了。明白了吗？行行行，再跟示范一下。我来一遍吧。你来来。行了对掌柜的好别让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这赔了，我还没练呢。你得赔出来。我赔了。又吃蒜了，这种人。不是我再练练这赔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吧，啊、就这样吧，就这样了。注意啊，哎，别忘了这几句啊。行了行了。哎，行了，不要拿一掌柜的，你再来这。装了哪个？装了装的颜色你大不相同，不要死啊你！要死啊你！这动我肝了。这一句没吆喝赔什么了这玩意儿啊？
你不让我说这几句吗？没到地方呢，多的呢，多的我一让价，一拍巴掌，一跺脚，那会儿行了，掌柜的别让了。这俩人都长记性了，我明白了，一跺脚就到了。好嘞。哎，你不要那一装啊，你再来这一装了，哪个装了装的颜色你大不相同，不一样儿的。嗯啊，刚才是块白呀、啊，对啊，这个是块青黑的。他本是德国青，他是纯正德国染儿，这不德国人呢、啊、制造的这种布儿的。嘿，啊，青的什么色儿？是啊，青的就是黑呀、啊嗯。啊，怎么这么黑了？您说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他气死了猛张飞呀、啊！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呢有。一位那黑警逮了吧、哦、他东山送过炭、哦、他西山挖过煤、嗯、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啊，他还当过两天煤了铺的二掌柜的吧。嘿啊，您说黑吧黑呀、啊、够黑、啊、还是没他黑呀、啊哦、啊，火车一拉皮儿 啊下地卖瓜子儿的那撒了一大堆呀、啊、啊，您说黑吧黑呀、啊、够黑啊，还是没他黑呀 啊包文正啊扎马花都没了他来黑呀 啊屎壳郎啊钻炕洞都没有他来黑呀、啊嗯、咱不提这种黑呀、啊哦、咱单说这种布。这布你要是不知道、嗯、你够奔电车道、啊、你打张电车票是啊，电车这么一绕，这不叮铃铃当啷啷就来到了八了啊，来到八的乡、哦、到了瑞福乡啊，瑞林乡啊，广盛乡啊，颐和乡啊，乡一号那个浪花头条左边朝南换着有个前乡一儿大八的乡、啊、来到八的乡啊，是你点着名的腰、嗯、你点着样的挑啊，这本是清了雨的商标音单的士林布儿大、嗯、啊，这块士林布啊、哦、顶少得加码的五毛六了八了，要没有五毛六你也买不来呀、啊、怎么宽呢、啊、怎么厚啊，怎么幸福，怎么加密，怎么好的哦、啊，那位先生说说啊，卖不头儿的 啊你买五毛六啊，对啊，天大的胆子我不敢怎么买呀，怎么啊，怎么回的事儿啊，是小徒弟只打什么的手工钱呢 啊他要学好了指了花四隔了什么礼服你呀 啊老太太叫猫花花花花那花羊走了罢了、哦、啊，那位先生说是说卖不头儿的呀、嗯、卖多少钱一尺，多少钱你站稳了脚步我讨一讨那尺寸你听听尖了罢了，说我带着尺来量 啊没有带着尺怎么办呢，伸出胳膊我自己掏啊，讨这一讨为五尺，是两讨一丈 啊三讨一丈五、嗯、足够一丈六，我就算您一丈四，这个少大尺寸就少和尖了罢了，你拿到家里去啊，裤褂够一身好啊，大褂够一件、嗯、剩下的布头阴天下雨没有事儿、哎、坐在屋里头布袜子罢了，好啊，他卖五毛六、嗯、啊，我卖一毛八，一尺一毛八啊，四尺加四毛啊，四八三毛二，三毛二加四毛啊，七毛二加一块八、嗯、大洋是两块的五毛二了罢了，嚯，二分零儿就不能算了他，还抹了大洋您就给两块五的，两块五这不两块五、嗯、你心里别打鼓、嗯、咱买了不算买，要了不算要，这个洋钱做保是海关还的、啊、你眼似关宝珠是 啊心里有算盘，你就合一合一算一算，有本没本，有赚没有赚啊啊，这不两块五，两块五，瞧好了成谁、嗯？别拿我们当做羔羊摊儿，是卖的哪桩是万羊货了罢了、啊。您到了羔羊摊儿，买了万羊货、嗯，拿着家里去，您要一下水，哎，搁在绳上搭、哦，又被大风刮，这个汽车、马车、火车、飞机、迫击炮、来机关枪的飞毛腿、神舟十号都追不上啊！他怎么回的事儿啊？是刮跑了、哎，这不两块五，嗯、让去一毛钱，让了，您给两块四，哦、两毛钱的车钱。那柜上给了吧、哎、两毛钱的好茶也算我吼了他、嗯、大洋您就给两块挣的，两块这不两块钱呢、哦、啊，那位先生说是说卖布头儿的，你给我包上吧，你给我裹上吧，这块布头就算我要了，要了这了这儿的，要买是还不买他，怎么回的事儿啊、嗯、额外升值我还得让他，还让把他让到家，哎，往外一推他，不少给一个子儿，少给一个零，你少给一个蹦子也不能卖了他了，行了这不两块钱呢，掌柜的鸡噔噔的咯噔噔的，两了块的打了样就打破了他了，别让您给一块九，哎，再给一块八，赔了啊，一块七呀，一块六啊，一块五，再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罢了，行了这不一块四，掌柜那位还不要，别我是让五分的去五分的，您给一块三，赔了这不一块三呢，行那位还不要，掌柜我是让一毛啊去一毛，您给一块一，不这不一块一呀，那位还不要，我是让五分的去五分，您给一块钱，别让了这不一块钱、嗯、还是不要、啊、我是让五毛再去五毛，卖多少钱白拿去了，是